有这时候发出声音代表是正常。拜托，这哪里正常了？你知不知道台湾经济数据低迷，就业市场感受可是很明显。在明年第一季征才啊，那么跟往年比可以说是创了四年来的新低。那虽然有大部分的企业是持平的状况，不过我们也看到许多企业认为说明年不看好明年第一季的这个业务量啊，所以呢在征才方面就缩减人力，管制加班、裁员，年前公司气氛诡谲。不想要苦哈哈，最好选对行业。我们在每一年的年底部分的话，都会展望对来未来一年的一个新的计划部分。那未来一年部分的话，除了我们本体系之外，我们还会拓展一些新的体系，包含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明年会从韩国代理一些新的品牌进来。所以其实我们在人才需求这方面会相对性比较大，所以我们的职缺数会可能逆势的增加这样子。民生服务业征才意愿高，医药、资讯科技业都有职缺释放，不要看着工作机会让它眼睁睁飞走啊！ EETV 综合报道。